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啊，我下班了啊，下班了，买点猪手吧。这两天嫂子呀，看孩子老辛苦了，媳妇儿补的同时也得给嫂子补一补啊。这个猪手是专门做猪手的，这个猪手，就是他家猪手非常的有名嘛。我现在在三台子，我的老根据地。媳妇儿今天就是煮点虾给他，他就想吃虾和小米粥。这玩意儿不用强求，非得说的，哎呀，吃点啥，吃点这个，吃点那个，他想吃啥给他做啥。猪爪怎么卖的？猪爪现在便宜了，38.8一斤。38，过来两个。这样子行吗？不要了，一样来一个，够了。57哈，好。再溜达溜达，买点烧饼啥的，给他搞着。完了，明天他俩搁家吃。这块有卖烧饼的，买点烧饼。上卖馕的，三个麻酱。完了，红糖的。啊，行俩就行。这都老楼，以前就这一趟小街，就是搁这顶上就是个小市场，哇，那就老热闹了。这都几年没有了，得有三年了吧，应该。哎呦，大姑娘干啥呢？给你夹菜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叫大胖脸。姑娘，你笑一个，来，姑娘。使劲儿。这瞅啥呢？嗯。那不得使劲儿。哎呀，打鼾了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咋直皱眉呢？怎么的了，姑娘？嗯？哎，这一天睡的打呼噜睡呀。咱今天用排骨啊，给它炖点。My appetite, don't leave me alive.
豆沙，完了还有糖的，还有原味的。啊，多吃点，都得瑟我。一准就修完了吧，现在有人搁这，嫂子现在搁这，你估计这嫂子走了，我再没有嫁，她自己搁家我还不放心，所以等到最后我再修那几天。嗯，还行，这虾还行哈，来喝一杯。老李都说让我多拍拍我姑娘。对了，那我是美食主播，我也不能总拍他，那不一女儿领域了吗？不然他给丹丹注册号，让他搁家拍。拜拜。